首先进场的是今年两位毕业班导师洪嘉玲老师与徐嘉丽老师，两位导师以及的热情、耐心、爱心，陪伴本届毕业生们完成国中三年的学业。今天看见这群毕业生们能够迈向三个阶段，心中既是欢喜，更是幸福。让我们给两位导师热烈的掌声。首先，踏上星光大道的是九年中班朱宝杰。宝杰是个帅气立体的大男孩，热心参与学校各类活动，担任大队指挥，八号司令，火炬领导的伴随，是同学眼中的好榜样，师长心中的好楷模。陈伟汉，伟汉是个热心公益的大男孩，对于班级活动积极参与，学习退缩，希望未来能进入理想高级就读，更希望未来能成为有钱人，帮助更多的人。黄忠祥，小名养羊，就像名字一样，发扬式的充满阳光高气的大男孩，开朗的外表，有一颗细腻温暖的内心，标准的暖男性格。未来希望更高级、更努力的学习。
感谢学校老师的照顾。在教育上担任小志工，表现优异，与做老师的肯定，是九校的。